三个不同的艺术家汇聚在纽约这个世界中心，有意大利的艺术和纽约的艺术，还有我这个北京的艺术。三个艺术家汇聚在纽约这个世界中心，我们会产生一个不同的艺术理念。我们会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艺术凝聚在一起，会有一个新的艺术的理念和新的价值观。我们会创造出我们的新的艺术 logo 和艺术品牌。这样呢，我们也会从现在开始不同的去交流。现在先请我们意大利的著名设计师，来谈一谈他对纽约的感受。让这个 Clara 再介绍一下他对意大利的感觉和草场。